还，你告诉我要解决什么问题啊？老师，我想解决我眼睛的问题。我眼睛主要是高度近视和飞蚊症。我看到一个向日葵啊，那个向日葵啊，向日葵知道的吧？那个，一个圆盘呐、啊，一个向日葵啊，那个向日葵的那个脑袋垂下来了啊。也向日葵一个杆子上的那个脑袋垂下来了，垂下来一个，好像那个他那个脖子啊，脖子有问题，好像那个脖子啊，我说那向日葵呢，不是一个像颈部弯过来的这样有问题啊？我们平时可能你脖子也有问题啊，有可能啊，我现在不知道，要看下去才知道，因为那个。平时那个向日葵啊，人家不是说那个向日葵一直是对着太阳的嘛，一直对着太阳的嘛，但是发现这个向日葵啊，这个向日葵是它就不会转了，就不会对着太阳是照到哪里，它也跟着照哪里，因为那个脖子断了嘛，相当于啊，你现在脖子断了，虽然没有彻底断下来，但是呢这个脖子的功能没了啊，脖子的功能没了。哎，我不知道你脖子有没有问题啊？你脖子有没有异常啊？啊，有是吧？那个脖子，主要问题出在脖子上，主要问题出在脖子上，主要是问题出在脖子上，那个眼睛的问题是次要，就这个，就继发产生的，先是脖子的问题，再产生的眼睛的问题，先是脖子的问题。哎，再产生的那个眼睛的问题，那现在就是现在一个向日葵，脖子断了呢，这斜在那边，我现在就是找不到一个可以弯的东西，就相当于一个弯过来，我要到去，一个弯过来啊，弯过来一个，我明白。哎，弯过来一个，它现在是背着太阳，太阳在这边照啊，太阳在。太阳在后面照啊，他眼睛看到的那个影子啊，就自己的影子啊。那向日葵自己的影子呢？太阳从后面照过来那个向日葵那个影子一直在地上呢，一直在地上呢。所以看到的影子啊，总是看到自己的影子啊。看一看就看到自己的影子，而且一天，白天那个位置还不一样的，实际上，就只要太阳光照的时候，那个地上的影子就范围不一样的啊。范围不一样的，你看到的那个影子，实际上，哎，也是不一样的位置啊。实际上，你看到的影子啊，看到是自己的影子啊，看到自己的影子啊。你先说，你说我看到我自己了，我看到我自己了，啊，我看到我自己了，我看到我自己了。啊，原来我看到一直是看到我自己啊。哎，对，原来我看到的依然是看到我自己啊。哎，对，我原来一直看到的依然就是我自己啊。我一直看到的就是，一直看到的就是我自己啊。然后慢慢看下去啊，感觉那个向日葵啊。哎，向日葵啊，那个脖子断掉了呀！想到那个脖子断掉了一个，这个时候我看到那爷爷奶奶了，看到你爷爷奶奶了，吓得要死。他吓得要死啊！哎，为什么人家不是说那个时候说，毛主席向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了？哎，我们人民群众、人民公社、社员之类的那些老百姓，就是下面的向日葵啊。向日葵，你太阳照到哪里，向日葵要紧跟着那个脸，要跟着那太阳转，哎，要跟着毛主席才对呀，要跟着毛主席才对呀。现在你种出来的向日葵啊，就不跟着转了，不跟着转，那个村干部啊之类的人找上门来了啊，找上门来了，你是哎，这就是反革命了啊，这就反革命了，连你种的向日葵。
都不跟着太阳在一转的话，那个就最大滔天了啊！你内心当中就没有想跟着毛泽东思想，你内心当中就没有想跟着毛泽东思想，拍脑袋啊！拍那个太阳穴那边啊！那陈干部说，你脑袋当中就是根本没有想着要紧跟毛泽东思想，连你种的香的腿，都不跟着太阳转了。那你这个时候，当然当年的话是肯定不敢狡辩了啊，也不叫狡辩，解释啊，不敢解释了，原来那边那些陈干部来了以后，就是一句话不敢说呀，就拉出去游斗去了啊，要是游斗去了，这个时候相当于你的爷爷奶奶憋了这口气，一直没出来呀，一直没出来呀，现在你既然站出来说啊，你说这是职务。那是没有思想的，还理直气壮的告诉那个陈干部，这职务这是没有思想的，这是职务，这是没有思想的。哎，对，这职务没有思想的，这是职务没有思想的。然后你要反驳他啊，你有本事的话，你中国相声会出来，天天唱《东方红，太阳升》，你让他唱。你这么一说以后，那些陈干部有点哑口无言了啊，有点哑口无言了。哎，然后还憋了还憋，竟然憋了一口气啊！憋了一口气就是你爷爷奶奶憋了一口气啊！这个明白的人家就他要心里明白，就人家栽赃他。但是现在在那样的政治高压下的话，也没话可说啊，自认倒霉了。你现在听你爷爷奶奶出来说啊，这不是自认倒霉的问题，那是愚昧或者欺压百姓的事。哎，对，被这么一说以后，那个喉咙里头好像一口气啊，能出来。原来这边还卡了一口气，除了脖子那个像断掉的不是位置，这边还卡了一口气啊，气上不来呀，总是气上不来呀。总是气上不来呀。那刚才我咳嗽，我牌子就不咳嗽了，刚才就是一股气卡在那边，一股气卡在那边。然后你就理直气壮的跟那些干部，哎，说啊。你们不要欺人太甚！你们不要欺人太甚！哎，你们不要欺人太甚！你们不要欺人太甚！我就不相信你们种100棵向日葵能够每棵都对着太阳转。我就不相信你们种出的100棵向日葵都能跟着太阳转，对着太阳转。哎，这么一说，以后他们心里有点发虚了。100棵，但是谁能保证每棵都跟着它转呢？你说，你还要继续说，而且一阵大风刮过来，如果脖子断掉的话，那不是我们大家都成了反革命了？而且一阵风吹过来，如果向日葵脖子断掉的话，我们不都成了反革命了？哎，你这么一说以后，那些相声干部有点。好像没有那么理的气上了啊！现在你占了上风了，现在就是当你就相当于你替你的那个爷爷奶奶把当年的话说出来，他们当年一句话也没吱声呐，一句不吭的就被拉出去游走去了啊！他们这个一直憋在心里面啊！然后你说我现在要下个重大决定，我现在要下个重大决定，哎。我干脆把这些向日葵全割掉了。我干脆把这些向日葵全割掉了。哎，你就对他陈干部说，难道我种了向日葵就成反革命？不种向日葵就不是反革命了？难道我种了向日葵就成了反革命了？不种向日葵就不是反革命了？你讲给我听，这里边向日葵和反革命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啊？
你如果再这样胡乱蛮缠了，我到你家里的弟弟去找的话，我可以找到千百个马革命的例子给你看。哎，对，到他们家里啊，就到那个村干部的、乡村干部的那个家里边，到他们的地里，去找，哎。反革命在人们心目当中就这个政治上有污点了嘛？哎，抬不起头来了啊！然后你现在你知道了？你以为你知道你脖子有问题啊？我脖子有问题，一直都有。啊，对。有时轻，有时重。哎，对对对，就是这个。对，除了向日葵这个问题之外，还有你爷爷奶奶后来受到这个重大打击以后，就是在人们面前就抬不起头来了呀！哎，你看，这是反革命啊！还没游动过来，还没批斗过来啊！哎，抬不起头来啊！然后你要告他们，我们家不是堂堂正正做人的，我们家都是堂堂正正做人的。哎，说因为那个向日葵断了脖子，成为反革命，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因为向日葵断了脖子就说是反革命，这是天大的笑话。哎，对，然后他们就很遗憾啊。很遗憾了啊，很遗憾的，很遗憾这个事啊，觉得这个事情很遗憾，觉得这个事情很遗憾啊。那么你这个时候你要说啊，后来胡耀邦、赵紫阳为大家摘帽了。后来，哎，对，对你跟他说啊，哎，胡耀邦、赵紫阳，哎，帮着大家摘帽了，帮着大家摘帽了，哎，对，摘帽了。你说这件反革命的帽子啊，哎，压在你们脖子都抬不起头来。向日葵开始，然后就抬不起头来，然后又压了一个反革命的帽子啊，压在那边，原来是今天有这么一个事啊，今天有这么一个事啊，今天有这么一个事啊，你现在想想，那个年代是不是很荒唐啊？你现在想想，那个年代是不是很荒唐啊？啊，对呀，确实很荒唐，就像现在我们到。我们走进现实当中了啊，现在国内在防御嘛啊，那些搞防御的时候，那些那防御人员也是啊，同那当年的那个文革年代都差不多啊，当年的抓反革命都差不多啊，看到这些什么事情，人家那个忘了戴口罩在路上走路就被抓起来了，是不是啊？是不是同样的？是。同样的很荒唐啊，所以这段时间，又发生了像类似文革又产生了现在原来那些这回当时反革命又着急了呀，又担心你啊，担心你到时候也成了反革命了，他着急啊，所以你这段时间的肺炎症更严重了，他提醒你，你告诉你原来的，你说我会保护好我自己的。我会保护好我自己的。我会保护好我自己的。他们如果要这样跟我找，我会同他们讲道理的。如果他们要是这样找，我会同他们讲道理的。对，我们如果他们不讲道理的话，我让他们换位思考。如果他们不讲道理的话，我会让他们换位思考。对，一说换位思考的时候，你们两个好像那个放心了，他们的放心了就安息了啊，知道你能保护自己的，不会在这个疫情当中被人家戴上帽子，
然后慢慢慢慢，他们的那个灵魂慢慢慢慢离开了啊，安息了，离开了。啊，你那个出现不明是多久了？八七八岁，我记不太，七八岁发生的。啊。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怎么上学嘛。啊。就发生了。啊。就我们在村子里面就学前只有学前班嘛。哎。就我就记得那个很小的时候就发生了。啊。嗯。啊。然后应该从刚才的里边看来啊，应该这段时间就比原来，自从搞把疫情啊那些大白啊，这边管那边管的是吧？更严重了，应该来说，因为比之前前段时间加重了。对，因为加重了，因为那个前辈的灵魂过来了，就是他着急啊，因为又看到当年荒唐事了呀，又见到那个当年荒唐事重现了啊，荒唐事重现了啊，现在你心里记好了啊，心里记好了，一条记好了，就曾经。有这样荒唐的事情发生，然后另外就记好了，如果现在这样荒唐的事情再发生的话，你他妈讲道理，如果道理讲不通的话，你让他们是吧，让他们换位思考。原来是讲的这个事情。然后从这里看来呢，那个是先出现脖子的问题。然后当然从这个事件上来说的话，先出现脖子的问题，然后出现那个阴影的问题，那个阴影就是那个太阳照过来那个影子在地上，我明白。对，就这样的事情啊，然后呢，应该来说，这件事情当中那个脖子上还是挺严重的，脖子上。脖子。对，但是不排不知道，一看灵异档案本，那相关的事情就知道了。然后呢，那个随着时间的推移呢，慢慢就是那个脖子也好起来，应该眼睛那边，也好起来了。然后呢，你心里要记着啊，那个现在，当年是荒唐的年代，现在那防疫的期间也是一个荒唐的年代。首先这个记好，对，荒唐的年代。另外一个记好，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你就努力的要保护自己。好，你有还有什么话要说的吧？老师，您说的挺对的，说的非常对，老师。因为我家确实发生过这样。当时被，就是给我爷爷奶奶他们经历的，他们那一辈。就说了你这种类似的事情。然后这个疫情期间，因为我自己了解这一块比较多，知道很多的真相。然后我有时候会出去说，然后我家人全部都在担心我。父母啊，反正他们都像，一起的打击我。所以让我心里就非常的，当时心里是很委屈。其实他们是来保护我。可能是我现在也明白了。所以我会保护好我自己。以后曾经，就是从他们打击我以后，我就再也没敢乱说了。保护好自己。对，你。对，至少有人要找上你的时候，你要据理力争，而不是说就像当年，爷爷奶奶那样说被人家带走就带走了。好，老师，我会的。好，那就这样了啊。好。那其他方面就没有了吗，老师？就是说今天我看到的是这个事情。我刚才叫你总结的时候，我还在看有什么新东西进来，就没有新东西进来，就这件事情上。就应该就是这个事。就是是不是还有其他事情我就不知道，但今天我看到的事情呢，就这个。其他事情我倒是没有
其他的没有什么。他是这样，就那个就像法院开庭，这样，就是他一次呢，就是开庭的时候就是审一个案子，不是把所有的案子都在里边，嗯、所以对，所以呢，我就其他还有没有就不知道，所以呢，你先观察一下子啊。嗯。哎。行，好，我先观察一下。对，然后呢，那个疫情期间呢，你那个注意。保护好自己，这个当然你应该知道，那个到底前面的时候正向之类的，到这个本身不怕，怕的就是那种人，就是那种人防御人员来吓到，胡搅蛮缠，对栽赃这一类的，所以呢，搞得你的前辈就很紧张，所以呢，这段时间就加重了。哦，好重，这段时间确实有加重，确实感觉有加重。这个事情，老师，我想问了一下，就是说别人在栽赃我这个事情会发生吗？这个就你现在，对你现在就心里有底了，应该怎么应对？现在有底了，有底了的话，你就可以预防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了嘛。所以平时呢，就是，平时呢那个小心点，遇上这个事情的话，就是要积极一点，而不是像你那个。原来前辈一样，就是一声不吭就被人家带走了。对对对，好。啊。好，那我注意防护就可以了吗，老师？对对，这注意防护，这个到防倒不是说病本来就是那、这个，倒不是病本的，就是说一个呢就是尽量就不要招惹是非，那个招惹是非就也减少了那个发生的概率了嘛。对对对。另外一个。对。对，另外一个如果发生了，那么就积极的争。如果他们还不行的话，能叫他们来个换位思考。如果你碰上这个情况了，你就问人家。好。好，明白了。好，那就这样啊。老师，你说的对。啊。老师，谢谢您。不谢谢。好。